近日，长春动植物公园内一只名叫天心的东北虎由于牙疼无法进食，园方邀请口腔科医师与兽医一起诊治后发现，这只老虎口腔内臼齿缺失，导致严重牙龈出血，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拔牙。几名医生将老虎麻醉后，历时40分钟将坏牙拔掉，老虎精神状态、进食进水量明显转好。